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月二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台偷腥就来报人知。香港杀人犯陈东家，台湾已经出手，希望官方互相合作，由台湾检警去香港家带回来。有中国官方记者在网络造谣假消息，诽谤蔡英文，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唔通乱乱传。头一个当阿病毒七十一型第四个案例是在南部一个一岁外的查甫囡仔，三天就来亡去。伫咧台湾杀死伊的女朋友，也就是香港嫌犯陈东家，二三在香港要来出角落，日前表达意愿想要来到台湾自首，咱的政府也呼吁香港，就爱由香港人，是由香港政府来审。不过，香港政务司长在今仔日回应讲，爱台湾卖甲简单的问题变复杂，也否认陈东家是被自首。不过，在香港民主派议员认为讲，香港政府应该甲嫌犯的笔录予台湾，而且派香港警察做伙来陪同，两边的政府爱互相来处理这个案件。在台湾的女朋友台死犯命案的凶手陈东家，进前透过香港政府表示讲，愿意来台湾投案。引起台湾香港的司法问题，法务部甲立委会强调讲，台湾唔捌好器官核权，啊，毋过呼吁香港政府应该采取香港人、香港心的优先权。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二日回应，要求台湾唔通甲问题复杂化，和政治的问题超过司法的问题。自愿嘅，绝对唔存在咩坊间讲或者系有啲人讲啊被自首啊，或者系甚至乎你话系一个政治嗰个操作，一个通缉犯，即系台湾方面系竟然系唔收咧，呢个系匪夷所思嘅。亦都係可以講係內，即係令人費解嘅。張建宗認為台灣拒絕收治的犯人真正是讓人殺無葬，香港在法律面頂也沒有角色可以跟台灣進行司法合作，也不會聖誕的嫌犯沒有去自首的狀況，還是牽涉到政治操作，香港政府消極的處理方式。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湯金星日益主動來台灣了解案情，除了表示說香港警察沒有提供給台灣相關的調查證據，也請香港政府趕緊移交聖誕嫌犯筆錄證據給台灣。香港的警察也應該來台灣到三天出庭問話，台灣跟香港應該要合作。我覺得香港這邊政府呢也都應該主動呢跟台灣方面呢去討論，並且呢就是盡可能呢是提交證據。陳東家的案件變成引起香港反送中的因素，香港政府又引用緊急法實施禁止和平法。香港立法會日前第一次舉辦會議討論修訂內容，不過保安局在會議面頂指控報道影響香港的和平，引起反民派議員的批評，美國香港政府超過伊無講到警察暴力。你現在立這個蒙面法，根本上沒有辦法將一些所謂和理非和一些你想要捉的所那些暴徒分開來，根本做不到這件事。咁你係咪拉曬嗰三十幾萬人啦？保安局局長有冇出嚟承擔個政治責任？啊，那是保安會會在立法會審理逃犯條例恢復二讀的時陣正式退回逃犯條例，希望講會當讓反送中示威活動來結束。啊，不過面對警民對立的衝突是愈來愈嚴重，可能短時間以來無法度達成。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政府宣称嫌犯陈东家愿意来到台湾自首，会在明仔载出庭了后协助伊来台湾投案。立委会内政部甲法务部在今仔日暗头啊，阁召开记者会。立委会表示讲，下晡已经甲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发公文予香港政府，内容是写到香港政府因为用着各种的政治理由，不愿意替香港市民主持公道。台湾选择伫咧执行期满以前，要求香港政府同意台湾在马仔派监警去到香港押嫌犯回来。香港不办，我们来办。我方已于今天下午透过台港既有的管道正式致函港方，表示希望港方依先前公开承诺提供合法协助。就我方所提刑事司法互助的请求书之请求事项及相关在港的卷证资讯，包括陈贤的认罪书、庭讯口供等，提供我方赴港人员悉回，希望港方协助我方赴港人员确认范闲的身份及带回。
胡水晶表示，香港政府自头至尾拢无同意，而且对台湾日前所提出的司法互助协议，拢无来正面回应。面对着这款情形，表示真遗憾。台湾这边目前检警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而且拢做好准备，随时愿意去香港把陈东家带回来，而且希望香港政府提供相关司法的管证，方便台湾追查行迹。台湾目前也主动出手，目前也等在等香港政府的回应。香港嫌犯陈东家马仔要来出局，表示愿意来到台湾投案。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过来强调讲，香港应该要进行审判加追诉，唔通让伊走来台湾，用嫌犯送台湾来合理化香港的送中政策，台湾是未来中计。另外，国情顾问吴成国捌出香港圣公会秘书关浩明拜会内政部长徐国勇。吴成国今日也讲，若准知影讲关浩明有中国政协的身份，就袂含伊见面啦。香港凶嫌陈东家第二三就要出嫁，愿意来台湾投案，但是却被政府监管，引发政府放弃司法主权的批评。对这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国会质询的时候，在受访文甲质询，拢搁再度表态，香港应该进行审判甲追诉，卖予同犯走来台湾，暗时要来做身体检查。院长，你有讲哦，你讲这个非常的诡异啦吼，台湾绝对不会陷入大陆的圈套。过去拢一再甲讲来，司法互助、资料互换，但伊拢不理不睬。啊，再突然间，啊，即摆汹涌变起来讲，嘿，伊要甲放出来，啊，要互伊家己来。当然，后面有中国，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我们不会上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回应香港民意的要求，对于反送中条例好好处理，不要借这个案政治操作。谢谢。被逼出进前，捌带北京政协香港圣公会秘书关浩明拜会的政部长徐国勇的总统府国策顾问黄成国，第二日亲身出面拜会，讲若是知影讲有政协的身份，都袂见面，更加袂引进。会面的过程，关浩明确实是有讲到陈东家投案的代志，但是徐国勇并无给予任何承诺。就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个部分还是希望说由有关部门跟香港政府直接谈。我有知道说他是那个政协的身份，我都不会跟他见面，不要说部长。他说进来就要抓，问题是陆委会跟这个移民署，他不给他进来啊，不给他签证啊，所以这个叫睁眼说瞎话。蔡英文批评民进党政府政治凌驾司法，讲的话颠倒是非，也批评黄成国是中共代理人。黄成国强调，对这个批评，伊承担不起，也无奈表示，关浩明是热心希望咱斗三工，想不到伊的政协背景，却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香港嫌犯陈东家来台湾受审，总统蔡英文今日搁再强调讲，将来就唔捌放弃管辖权，也批评香港政府拿准拒绝行使管辖权，大家拢会真头痛。民进党目前正在拼中部的选情，不过在今日分林关的副议长苏俊豪出来宣布退出民进党，因为伊是不满政府的施政，也无支持蔡英文来连任。一礼拜去彰化两届，总统蔡英文拍拼复选，金鸡基层参拜宫庙，暗过对香港杀人凶嫌陈东家都要出嫁，敢要在台湾受审，引发争议。蔡总统阁拜会讲，到今拢无放弃管辖权，阁批评港府那是拒绝行使管辖权，各国拢会真头疼。我觉得这对香港长久来讲是不好的，因为香港人其实是到处去旅游，到处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去哦。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事情，香港的政府还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其实各国的政府都会感到非常头痛，都会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政府。2020民进党积极布局中台湾，也和基进党合作，专调三立委参选人，拼台中反转。这是重要的时阵，婚姻关系会副议长苏俊豪却宣布退出民进党，阁是调婚姻关系2020蔡英文总统立委联合竞选总部总督的职务，表示无认同民进党这三党内的同婚、一地一休等等的政策，是无重视基层人民实际的感受，嘛为选情增加变数。目前我们政党的一个主张的政策，跟我们的理念如果不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当选之后，跟他要一些争取一些经费也都没有，所以他也觉得我也没什么影响力，所以对他应该没什么影响才对。苏俊豪四年前和前馆长苏迪芬邀请加入民进党，被看作是下一届海选立委的明日之星。即马表示不再支持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也无排除转向韩国瑜。民进党分管党部是表示尊重苏俊豪的选择，会依照程序处理。党中央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希望党内同志都能当坚持信念，守护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今日继续在嘉义做势，讲到最上的铁路高计划和执政党拒绝，居民爱韩国瑜上任了后，赶紧来改变。韩国瑜也答应讲会搁再研究，不过在受访的时阵，也批评蔡政府为何国家主权却拒绝陈东家来台湾，定义放弃是司法权，也要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爱落砖卡，了解农民甲市民的心声。来嘉义水上乡上天宫参拜，支持者欢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趁机会表达对中央拒绝嘉义水上铁路高计划的不满，要求韩国瑜若是当选了后，爱推翻这个案件。铁路高架问题，我一定会纳入来研究。我们未来政治人物从2020年之后一定要改变，我们要以人民为本，不是以权力为本。韩国瑜答应讲，下日去研究，无够话讲较真个。除了去庙里，伊阁坐船去体检 QR 啊，嘛甲居民座谈。啊，毋过去互问到香港人陈东家个案件，伊讲话煞雄雄变较真来，批评民进党嘴里拢讲爱主权，啊，毋过煞无愿意让陈东家来台湾接受审查，等于讲是放弃主权之一的司法权。我们自己士林地检署发布的追缉令，然后我们政府现在来个你不接受他来投案，口口声声民进党最爱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把主权最重要的之一司法权主动放弃，这个政府是没有办法被人民接受的。批评政府拒绝陈东家，会去让人民来受气。韩国瑜表示，透过座谈发现真侪农渔民有侪爱解决的问题，嘛靠些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爱家己亲身来下岗一抓，卖个用一挂数字来暗砍真相。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蔡英文翻陈东家想要来到台湾投案，煞可能让政府拒绝入境，这可能是香港政府的政治操作。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今日煞讲，人要来台湾投案，煞唔妨来，看无民进党伫咧变声，佮口说讲选举要到啊，大家拢嘛是掠光取笑。港陆民案的嫌犯陈东家想要来台湾投案，蔡政府拍算拒绝入境，佮讲港府是政治操作，恐惊会让台湾政治一种空格，引发舆论。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选举到啊，看无民进党在创啥物。我是看无啦，我讲，迄人要来投案，你也无，我看无民进党在变啥物，讲一下。国民党就是批民进党不想要接受他，就是想要继续操作反送中的话题。那不操作很可惜啊，还是那个人要来投函，你就好投函，我是看无只咧比赛嘛，这有时候常常是的双计搞哦，大家拢牙光起笑，你知道吗？国民党提英国人连去因案件，认为政府态度应该同款，面对刑案应该安怎办就安怎办，佮希望双计较早结束，无过国家变作乱糟糟。安那郭文鼎甲韩国瑜这几关互相口舌对方，双方幕僚蔡碧如甲王清秋嘛互相针对，和官行互相批评，嘛变作选举焦点。我跟韩国也不会什么互来，我只是讲话太实在而已嘛。我不会的，他也不会太会讲我坏话。民进党变区协甲部分区立委席次，郭文鼎是党主席，要抢关进党票。安我看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要直接拿赢部分区的安全名单，敢那是早都有话想要讲。哎，好了好了，摇头，好了好，这样，外公哦，这，好了好了，不要，我不可以，我要忍住，我不可以讲。安那郭文鼎的幕僚蔡碧如伫节目讲，那是 EQ 满分是五分，郭文鼎够两分。郭文鼎讲，家己是外科医生出来的，面对伊生甲死，但是目一年本来就无啥物 EQ。记者综合报道。那另最近拢在准备不分区立委名单，有风声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列做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内。下排第几列？吴敦义刷笑讲，反正不是排第一位。另外，另一刷因为顶礼拜中执会开无成，在明仔会加开中执会来讨论。主席杜英台也讲有信心，把不分区立委名单协调出来。
2020大选的特别计划无分区立委提名那列拢已经表示伫准备，国民党总发会已经甲作业办法送到10月23日的中常会来讨论。传出讲主席吴敦义确定列入去无分区的安全名单内底，啊，毋过到底会排伫第几名？吴敦义面对提问，敢若是笑甲真欢喜，虽无无正式，敢若讲袂排第一。反正不会是排第一就对了。啊，安尼就对了。那第七名觉得怎么样？你是喜欢007电影？假设吴主席愿意进来不分区，我们乐观其成。根据了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编总确定得到无分区连任的提名，全国拢等水利会林文水嘛摆入去名单，那也必争。啊，不过立业无分区提名所出现风波，经过顶礼拜老会争议，啊，还有立委苏进昌甲党中央来对呛。现主席那像已经较好啊，民进党中央通知中执委，而且加开中执会，已经通过无分区提名委员会组成名单。党主席杜英台嘛讲，伊有信心，会赶紧甲提名作业处理好，赶紧甲名单交出来。之后我们会用两个礼拜的时间，紧速的加快脚步来完成必要的内部的讨论，来确定人选跟这个不分区委员的排序。我们会在法定的期间当中提出一份我们向社会交代的名单。党中央进前规划无分区立委提名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文化部长戴丽君、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啊，若是进前捌呛声讲要退党参选的立委苏贞昌，目前态度已经露软，表示讲尊重党内的提名机制。啊，不过嘛，因为牵涉到新美仔集团变抗案，民进党廉政委员会嘛会伫拜三来甲约谈。苏贞昌会亲身来说明，这个确定讲敢是要立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调查局经过追查，发现由主持人徐达所制作的玉山卡哈的网络影片当中，拢是伫咧散布总统蔡英文开放福岛核能污染的食品，以及收到日本好处等等的假消息。追查落去，才发现讲，徐达一个主持人是中国官方媒体记者，也要求明确爱甲影片台掉，而且呼吁民众唔通乱传假消息，较袂食罪。我已经开了，去看一下有没有日本过来的钱。好啊，那有啊，你就忝啊，我跟你讲。这边在家己翕的网络影片当中，讲总统蔡英文甲台湾出卖给日本政府，佫收日本的钱，甚至讲散布蔡总统开放核岛核实，将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送给日本等等的消息，收尾后网友就是讲是真的。调查局对查发现，主持人施达根本是中国官媒的记者，立场甲观点明显无公正。收集相关的情资之后，如果有集体造假行为，我们会提供给台湾脸书公司，将这个他的账号把它下架。中共还是有很想方设法要影响我们明年的总统大选。调查局嘛，呼吁国人卖专团，以免触法。暗过中国网军一方面想要影响台湾的大选，中国二十嘛举行世界核能邦大会，号称有80个国家参加。学者认为，中国除了展现想要加做全球网络巨人的野心，加强网络监控的意图嘛，真明显。你想要进来中国去做一些生意的话，他说你们的互联网应该要 follow 哪一些的这个规则，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个目的。他们其实的确在言论自由啊，在处理上面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范。5G 的问题有很多都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的影响，就是供应链受到影响。一方面想要跳到前置的现况，入控制来讲会更方便。学者认为，虽然金管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讲中国的网络自由度的评比是65个受调查国家当中上尾啊名，啊，不过伫咧伊美国主导的网络联盟世界当中，中国伫咧美中贸易战的压迫之下，其实嘛想要另外找路，就算可能讲是所谓极权同盟嘛袂要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但说下来，来关心民众的健康。国内出现头一个肠仔病毒重症死亡案例，是一个住在南部一岁外的查甫囡仔，而且伊对破病到过往干那三天两两，而且伊所感到的就是肠仔病毒71型。疾管署也提醒讲，这个71型拢在社区内面流行，可能阁爱一个月才当脱离流行期。在高雄一岁十步囡仔，顶个月二日因为发烧含吐去诊所看诊，隔两天无较好，搁去另外一间诊所，嘛是无改善。二八透早，十步因屁屁喘，活动力下降，被送去医学中心挂急诊，发现已经并发脊髓症含心肌炎，抓紧住院。但是急救了后，嘛是因为心肌衰竭死亡。这是今年头一个肠仔病毒死亡的个案。
这就是到急诊就医治疗之后呢，是发现说他有发生肺水肿跟心肌炎，然后并发休克这个情形。那当时呢，就是赶快进加护病房继续治疗。那不过因为后来病程变化的太快速，所以在急救之后呢，还是很遗憾的不幸的过世。疾管处追踪感染源，查甫因的兄高弟九月初冒等下病毒的症状，但是兄弟发病的时间隔三礼拜，摸到卡真真受关联，嘛不排除查甫因是伫公共场所去活着。疾管处表示，感染等下病毒71型的五岁以下幼儿，真容易引发重症，病情阁紧。今年以来已经累计50例等下病毒并发重症的个案，八成拢是等下病毒71型。肠病毒71型是各种肠病毒当中最容易引起幼儿死亡的病毒，主要是有可能侵犯脑部引起脑炎，或者是引发心肌炎等等，那导致心肺衰竭。所以这个71型流行的这个期间请家长还是要特别注意。根据疫情监测，顶礼拜国内等下病毒门急诊人数已经比前一礼拜降7%，有了要到11月中旬了后才会当脱离流行期。疾管处提醒，大人咪未着等下病毒，但是一般无症状，煞有可能未好处理的囡仔，提醒家长甲囡仔拢爱食洗手，万不得囡仔未着等下病毒，并且有意识无清楚，人亚先佮一直吐这款重症的征兆，都要紧去大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依然日前有人把这个火箭弹切开防弹时，在今仔日有渔民在宜兰头城大里外海，搁到一粒140公分长，而且是唔捌爆炸过炸弹。日降了后，也随通报军方来处理。陆军初步鉴定，讲这是较早留落来，唔是目前国军正在使用的，而且生性较真严重，暂时无安全的问题。迄阵个微波弹吊挂起来，工作人员真细致，甲伊放伫大客鱼缸的尾头，还迅速接到通报了后，随即现场叫防守线，甲微波弹甲附近的民众分开，而且通报军方微波弹处理小组来处理。这已经是宜兰最近第二件捡到微波弹。大概在我们大里的外海，那船长表示说，详细几海里他无法明确肯定，他是拖网拖起来的，拖网拖到的。这粒微波弹有140公分长，外观是新鲜甲真严重，差不多有甲树藤遐尼大。当地渔民在去出海作业的时阵来获得，下晡2点进港通报海巡队，目前暂时藏伫咧离市场敢那20公尺的所在，不离过那就无去影响到游客啊，个居民来买鱼货。但是海巡署的人唔敢结好号，就伫咧现场来顾这粒微波弹。因为宜兰近傍鱼港才发生四五个老大人意外来切2.75寸的火箭大蛇来死去。可能是什么样的炸弹？炮弹。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那位爆弹小组，因为这个子弹详细的来源跟规格。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表示，微波弹的处理小组已经去处理，初步鉴定是早期留下来的弹体，无危险的问题，已经启动去废品区来保存，所以来照废弹处理程序来给伊处理掉。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警察局伫咧顶个月拢总抓到28件违法乱倒废弃物的案件，其中一件上较严重，发生是在九月，竟然有人将氢氟酸，也就是俗称的化骨水，这个物件撇在溪边。另外，在新北市环保局也抓到一间非法炼阿鲁米的工厂，恐怕这间工厂早就将这个有毒的物质排出去啊。装着不明液体蓝色的桶仔被乱弹，现场还有臭味。环保人员穿着防护衫，正顺利采样。初步检验内面装的竟然是氢氟酸，也就是俗称的化骨水，毒性正强。万一若漏在漏入去3公尺外防山区，效果是不堪设想。新竹县警局伫咧刚接有接到报案，最后是拘提2名嫌疑人，并且经过法院裁定羁押。那我们并且有越区到这个桃园地区去查获，包括堆高机跟大型的桶装的储藏的有机溶剂等等。这个空白机所在的厂房是伫新北市五股半座山内面的非法炼阿鲁米工厂，地点正隐秘。虽然业者讲只是仓库无生产，但佫有烟弹有设备。新北市环境稽查档案组用空白机即时摄影，搁伫现场埋放2礼拜，用地显相机瞄着用阿鲁米的作业区。温度有到280度，看起来排放有毒的废气已经真久啊，严重破坏空气品质。它上面常常附着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杂质物质，那在炼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废气，排放到我们的空气中。比如说像味道，它会非常的臭，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有害的空气污染物，例如带药辛等等。
因为最近非法炼阿鲁米的工厂并无领固定污染源的设备加操作许可，在查到之后，环保局命令业者立刻停工，会当依照空污法相当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日本天皇之前在今仔日中昼举行即位典礼，宣布日本第126位天皇正式继承皇位。除了日本的皇室成员和历届首相有出席典礼以外，还有美国查理斯王子、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以及着台湾驻日本代表贾中廷，拢有做伙来参观典礼。大家今年啊，幸亏申请日本红袍的日本天皇德仁，徛伫个宝座高举着正旗，接受宫内厅的官员鞠躬敬礼，准备宣誓即位。先に日本国憲法及び皇室典範特例法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皇位を継承いたしました。ここに即位礼、正殿の儀を行い。即位を内外に宣明いたします。德仁在今年5月登基了后，这个月22号举行即位大典。虽然天气受到风台影响，一直落雨，依然无法度阻挡热情的民众的欢迎。沿途戒备的警察超过25000人。ここに国民の幸せと世界の平和を常に願い、国民に寄り添いながら。憲法にのっとり、日本国及び日本国民統合の象徴としての務めを果たすことを誓います。除了日本皇室成员以外，日本进前的首相和海外差不多190个国家地区的贵宾，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加台湾驻日本代表贾中廷都出席观礼。ご即位を祝し。天皇陛下万歳！万歳！万歳！第一炮响了后，日本第126个天皇结束了即位大典。原本阁要举行的祝贺牛历之仪，因为受到风台影响，延期到11月10号才举行。记者陈世龙报道。南美洲的玻利维亚20举行总统大选，想要拼第四次连任的总统 Morales 本地要进入第二回合的投票，不过最高选举法庭却停止开票。24点钟了后，上新的票数统计， Morales 的得票率算是赢对手，刚好是 10%， 不用进入到第二回合。反对者也批评这款作秀的行为，随后就去街头抗争。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最高选举法庭所在的艾鲁馆门口来了真侪示威者，抗议总统大选作票。洪莫拉里斯四连任，顶部警察对想要硬闯入来的民众喷香蕉水，双方爆发冲突。类似的场景嘛，伫全国各地城市登场。苏克雷和塔里哈的示威者甚至讲气到闯入去开票所烧票箱。Es un fraude total. Está claro que no quieren a Evo Morales en las ciudades.La mayoría ha votado en contra de él, pero él aparece de la nada, aparece ganando en todo lado. 当天较早的时阵，支持莫拉里斯的民众嘛，伫街路和反对派的示威者相持，甚至讲搁出手相拍，两派民众高度分裂，拢是因为总统大选开票的过程戏剧性的转弯。20日开出8%选票了后的初步结果显示，莫拉里斯领先对手梅萨7%，但是因为票数无过半，双方差无10%的胜算互定，必须依法。在12月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个时阵最高选举法庭煞汹汹停止算票，并且在隔月每24点钟后的日一，在网站更新开票的结果，莫拉里斯得票率46.85%，刚好比梅萨的36.73%加出10%，唔免选第二轮直接胜出。唔那对手梅萨甲支持者无法度接受，美洲国家组织所成立的选举观察团嘛无法度理解戏剧性的改变，表达高度的关心。Mantenemos la esperanza de que el resultado del cómputo definitivo se apegue a la voluntad de los electores manifestada en las urnas y se respete.
莫拉里斯原本是种可卡希瓦的农民，嘛是玻利维亚头一个原住民总统，在位只八十四年，任内发展经济甲扫毒善者有成果。虽然宪法规定总统干来当连任一届，伊煞以改革也未成功的理由继续参选。这届靠宪法法庭批准挑战第四个任期，胜选了后会一路做到2025年。按过伊的团队传出贪腐的见效台，已经流失真侪铁票。这届遐马破天荒进行第二轮选举，看出来支持率差过去真侪。记者综合报道。驻守伫咧叙利亚东北部美军利益开始撤离，不过车队煞予当地库德族的民众牵烂去菜色加八零钱，而且骂美国人是欺骗翻倍。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继续为家己撤军的决定来辩解，强调留下来一寡军队是为着要保护石油，避免这石油落在伊斯兰国 IS 手头。其他的美国是无任何理由会当留下来。东美军的装甲车和火车日一边开撤离行动，经过叙利亚北部的卡米什里，准备要去伊拉克边界的时阵，当地库德族居民向因淡马铃薯甲暖气的菜色，用英文甲因袂歹听话。在过去，卡米什里是美国军官和库德族官员合作的中心，美军也受在地库德族人的欢迎。现在让人骂，让人带物件，也只是服从美国总统川普的命令。川普刚一天在咧华府，继续为家己下令撤军的决定辩护。We have a small group there, and we've secured the oil. Other than that,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ere is an agreement that said we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rest of humanity, for the rest of civilization?To protect the Kurds had never said that.川普决定留一小部分的美军看守油田，实际上一定在摆上大型的打算是全面撤军。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佩兹伊去到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等开恐怖行程的时表示，就算驻军留守是为了避免油田落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手头。自川普初六宣布美军撤离叙利亚东北，土耳其初九展开对库德族的攻击。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130个平民无命，超过160,000人都离开。其中至少有70,000的是囡仔。土耳其经过调停，停火5天，库德族转向和叙利亚政府军革命。不过这两礼拜来，不少平民百姓为着要闪避战争，干那想要走去伊拉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离处世界大战点起的日军航空母舰加号号加七星号，在这个月18日。和美国的火星公司探测队伍透过深海无人舱水准来发现到，不过为了要保存现场，探测队伍决定无要上公布详细地点。对深海无人潜艇的镜头，伫咧无人控制探测队伍发现停伫咧海底超过77年的加号号航空母舰。1942年12月。日本海军出动6台航空母舰在内25台舰艇，一个350台国营的战机，空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第一批日军战机就是自加号号起飞。这场空袭也正式开启太平洋战争。半年了后的1942年6月，美日两国的海军总共出动90台大大小小战舰，加超过500台战机。在夏威夷西北边的中途岛海域正面对决，包括加号号、赤城号在内4台日本航空母舰被打沉的海底，也和太平洋战局规个逆转。由美国 Microsoft 公司共同创办的 Pearl Island 所设立的火星公司，为了要查询当年沉船的残体，用无人的深海潜艇在迄当阵发生海战的海域搜索。经过几多年，总算在这个月确定加号号加赤城号的沉船的位，也摄到加号号的影像。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battles of World War II. It was fought between carriers and aircraft.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is limited, but the battlefield itself was extremely large. 迄当阵海战的范围真宽，有关沉船的地点的记录，双方资料也无啥共款。美国的基隆是离夏威夷700公里，日本的资料是300公里。不过探测队最后决定未公布精准的沉船的地点。We read about the battles, we know what happened, but when you see these wrecks on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and everything, you kind of get a feel for what the real price is for war.
You see the damage these things took, and you know it's humbling to watch some of the video of these vessels because you know they're war graves. You know sailors died, whether you know U.S., Japanese. These are the fit and final resting places for these sailors, and we honor the sacrifice that they made. 除了加护号加车船号，另外两台同款沉在海底日本航空母舰春龙号加飞龙号，是探测队所在内被查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反送中的风波较大，已经四个多月了，严重影响到香港经济。香港的财政司长在今天的下午宣布讲，第三回的企业措施要来施行了。另外，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加2019年公民力量奖颁发予自六月反送中运动以来召集大型集会的香港民众，加八月伫咧香港转弯组织警员开枪的传道书安东尼。八月二号，香港全员反送中运动，香港警察头一届拿真枪来对准示威民众。传道书安东尼雄雄冲出来跪咧，挡伫咧枪头前拜托，说叫警察用脚来甲踢开。这个举动嘛，让安东尼去用合作香港版的用人挡铁架车，即马阁得到美国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颁发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而且是由九月份因为香港议题去美国参议院作证的张坤勇来代表伊领奖。我觉得这个也其实展现了我们香港过去一些的勇气和故事，在国际的一个的社会中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的认可。其实它是属于每一个香港人过去这四个月的努力和坚持。另外，做会得奖的还有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从六月份反送中运动以来，民众发起真侪届大型和平集会和游行，包括6月16日的200万人上街路，让全世界人看到。无论是这个奖项，或者是美国国会进来的举动，都是在发同一个讯息，就是说世界正在在看，美国正在在看。美国众议院顶礼拜顺利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来颁奖的两党众议员麦高文阿哥史密斯拢讲，对法案伫咧参议院通过是真有信心。我对法案通过非常有信心，我知道卢比奥参议员是坚定的支持者。反送中的风波连续四个多月，已经去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尤其是旅游、餐饮、消费等等的行业是第一个受到影响。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二日下晡宣布第三轮企业纾困的措施，提供运输业6个月燃料补贴，减免商用的船只检验费，另外还有政府产业的租金放量，也扩大到其他的公众停车场商店。相关的措施会另外支出20亿的港票，会向立法会来申请拨钱。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尊重无共款的言论，这是民主国家才有诶。台湾有真侪大学拢安联络墙，伫咧家己的中正大学也安，而且是欢迎立场无共言论。顶头有挺香港的，也有挺香港警察的，到今拢无发生纠纷。这面壁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无共款的意向来对话，会当互相了解，而且这面壁也会保存两个月。校园的壁顶搭满各种大大细细纸条，中正大厦过去是无少壁面给学生。即马伫学生团体全力争取下，顶礼拜是开始有挺香港的联络墙。一直在想为什么是中正就还没有，然后后来就有人做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也是跟学校不断的去沟通，说要怎么预防，可能跟其他学校一样发生的冲突啊、问题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也都有协调说，不管说监视器啊，还是说我们在遇到冲突的处理上面，都有一些规则。学生团体首先规划预防纠纷的措施，学校也同意设置。不过，这座联络墙其实学名叫做学生之声，有人听香港民众，也人听港警。管理态度开放，香港学生也接受。我们不是要强迫人家认同我们的信念，是要开放一个地方给不同信念的人聚在一起，其实是民主自由的价值。香港学生讲，联络墙不是听香港的一言堂，任何立场拢会当表达，才能促进彼此的了解。有老师建议会当更加扩大和学生办公共论坛，例如说针对这个两岸关系啊，所谓的司法主权啊，或者是人权，或者是说一国两制等等的议题来进行一个讨论，那邀请不同的立场的人。老师认为就议题做讨论，会当更加加深学生思考，
因故为了要防止热浪墙造成钢筋甲流声无顺利发生冲突，学生团队每天拢会派一两个人来巡逻，有机会保留两个月，有可能看香港的情形，搁再延长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吴国昌甲前台北市都发局长林周明等人成立着基础正义改革联盟，今透早也去三大工商团体来拜访，而且也邀请讲来公开谈论基础正义。全国商业总会也回应讲，愿意甲基础正义联盟来对谈，不过是根据着政策建言来讨论。再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理事长。好，谢谢你。好，打扰了。好，不好意思，因为长官都到麦了，去开理事会。基础正义改革联盟发起人之一的立委吴国昌代表联盟来到公开对谈基础正义的邀请函，暗过三大商会理事长杜和无伫咧，工作人员代替受邀请函。联盟表示，为着基础正义的诉求，从即马开始发起具体行动。第一步希望讲甲工商团体来对谈，因为工商团体主张帮第三级经济命脉，呼吁政府开放外资投资，暗过会让少年人更加买袂起厝。我们来这边。是非常诚心的邀请赖正义先生，针对他所提出来的观点，针对他所主张，政府甚至应该要鼓励、要开放中资外资来台炒作房地产，到底是要发展台湾的经济，还是要进一步让我们的年轻人陷入水深火热当中？除了跟社会来对谈，联盟提出三大主张，认为政府应该落实社会主体保证，赶紧完成实价登录的第二版，而且修法来克囤房税。未来也会号召志工来去街路甲民众说明联盟的诉求。今年43岁，温先生是联盟的志工，伊讲目前是一个月5000块左右的金额伫细厝，6-7年前就想要买厝，啊，不过评估收入了后确实无遐多负担。因为我现在在开车，那我以我的现在的薪资收入，是让我觉得真的买不起，而且压力很大。政府也拨了很早的预算经费在做这一块的哈，我觉得政府应该多拨一些预算来做这些事情，好让他们能够住得起、买得起。中国商业总会回应讲，少年人居住困难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来协助。譬如讲，拨更加多预算来规划公共主体。商业总会愿意甲居住正义联盟对相关的政策建言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绿色和平公布2019年台湾零售企业兼用塑胶表现，高雄企业内面上高分的是全联，上低分的是美廉社。不过上届高分的全联也干那22.7分而已，唔那爱减少使用塑胶，而且佫爱减少使用用一摆就撇的物件。另外，企业的创新佮资讯透明度拢真重要。到超商啉一杯咖啡、买便当，或者是去大卖场买熟食，或者是餐饮食品，常常看到一概性塑胶包装甲物品。为着要检视台湾小卖通路企业减速的表现，绿色和平替较大的企业来拍分数，而减速政策、减量行动、创意甲创新、资讯透明四大面向，总分100分。结果上悬的是全联，得到22.7分；上低是美联社，得到1.1分。没有一间超市它可以得到一个合格这样子的表现，对于这样子的结果，绿色品其实是感到相当忧心，在台湾整体的减速上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拍分数的比例，绿色和平表示是参考欧美办公室的标准。而英国正认真咧推动减速的冰岛超市，在因的评比当中嘛无达到入格的60分。这项评比显示，那企业积极减速，但那是以其他的材质来取代，不管是纸或者是生物会当分解塑胶 PLA， 嘛正歹得到高分，因为无减少一概性用品的用量。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短期，非常。他们应该是可以再做出更多可重复使用的这样子的替代方案。加在一概性的包装是为着食品卫生，免怎减量卖用，搁来兼顾着食品的安全，并不简单。绿色和平呼吁企业设法为供应链来调整。记者林什么单片如台报报道。通机场捷运和日本阪神电梯做会发行2019旅行台湾大阪新号车票的优待套票。在1月初8日，台湾日本是做会开始卖，而且限量3000套，而且这也加深着两个国家的观光合作。
台湾查某囡仔黄小梅也是超人气网红，在台顶唱家己写词作曲的歌。咱坐班型电车去吧，教你安怎坐这班电车，也介绍沿路所经过景点。同捷运公司日日伫咧 A 十二机场第一行下站，举办甲阪神电气铁道联合纪念套票发表记者会，希望加深台湾甲日本的观光合作。我们搭阪神电车去吧，是在讲我们如何搭着阪神列车，然后沿着他们的路线到各个不同的景点去玩。对，那今天也很荣幸可以来参加他们的这个套票的这次的合作的活动。同捷公司讲，2019旅行台湾台阪神号优惠套票。包括桃捷、南海电梯、南埔到关西机场单程票，一个阪神电梯机道一日票，分别拢一张。11月初8，台湾、日本同时间开始卖，限量3000套。まあいいところを知ってもらうことから始まって、それで結果的にどういうんですか、お互いのトリップが増えて。台日之间的观光客非常多，那今年预估会到达710万人次。那我相信哈，有这么便捷的服务的话，可以让大家哈旅游更轻松，好更快速。丁文山讲，今年台湾到日本的旅客有过有500万人次，日本要210万人次来台湾观光。而参加阪神电气站合作备忘录，做广告、观光加彩绘列车的交换活动，欢迎未歹。所来要推广的套票，会当提供台日的游客更加优先方便的轨道运输加观光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全运会男子竞技体操个人专联竞赛，今仔日下晡伫咧国立体育大学来举行，拄摕到体操世锦赛，而且是鞍马金牌的李志凯，用着84.05分的总成绩摕到金牌。单杠王子邓家宏也替台北市摕到金牌。根据招牌头马是回旋，李志凯则伫咧世锦赛伫咧鞍马的银牌，摇滚无几工，搁参加全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竞赛有10位选手，李志凯上主要的对手是江苏前国家队队长的世锦赛队友邓家宏、姚兆辉加齐炳谦。前五项地板、鞍马、吊环、跳马加双杠比赛，李志凯是领先，邓家宏排伫咧上后壁，伫咧上高的单杠摕到15.150的上冠军。主要还是我的弱项鞍马跟双杠，回去也有讨论，就是未来就是可能这两项要继续加强这样。男子个人全能最后李志凯以84.050的成绩完成3连霸，加金牌留伫咧桃园。接下来的话就是真的继续备战那个东京奥运，对，就是为了2020给继续给奋斗这样子，也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实力再给水准再提高一点。从6.5跑到6.7，这9个月都是在跑这些。我觉得他的抗压现在非常好，他看到越强，他也是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不怕这个，就是继续要保持热度，然后在世界上面还是要有知名度。在全运会了，已经为台湾伫咧东京奥运抢到四张男子成对奥运门票的国手，另外搁在强化体能累积实力。李志凯教练林玉成也讲，已经和李志凯开始练困难度6.7的动作，跟其他国家一流的选手来拼输赢。记者综合报道。财团法人台湾新闻奖基金会在今日公布第18届台湾新闻奖入围名单，公共电视隆重入围7项的作品。公司入围7项，包括着入围即时新闻奖的《反送中暴动香港》，入围深度报道奖的《渔港的乌色幽默》，另外入围调查报道奖的是《移毒未解系列报道》，以及《森林生死录》。而且在国际新闻奖的部分，拢总有3项入围，包括着韩国陆剧选择、日本电影创新系列报道以及边界异域。即届入围即时新闻奖的《反送中暴动香港》，针对着香港反送中罢工、罢课、罢市，有深入第一手的呈现报道，多面向呈现着香港反送中的事件所引起的个影响。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台湾新闻奖参赛作品拢总有501项，经过评审1个月的评比了后，选出66件优秀作品入选。
颁奖典礼会在11月20日下晡2点来举行。国民党立委陈超明透早伫咧国会质询时阵，质疑石虎保育团体是利用石虎火车教室伫咧做新闻，限制着苗栗的发展。台湾石虎保育协会也发出声明来反驳，认为这是严重的破坏，要求爱谁来回应的。在地居民却认为讲保育甲开发拢是爱创造双赢。南投市引导的龟井园就伫咧苗栗斗南到三义的苗艺术矿山都好近，也是石虎落山病率正悬的地区。伊像碧龙园的斗南石虎公园讲，家乡的发展唔知要等到什么时阵。伊认为石虎是毋是存在比袂着经济发展。15啊，大家都抗议啊，做什么做什么都做不得啊，一直说啊，欸、要开发这个，一说啊，这里15住的，那15住的，哪里来的15啊？哦，没有啦。伫咧种花草的林先生，希望伫咧保育石虎的同时，也能兼顾地方的发展。人类跟动物本来就同样栖息在一个地方嘛，嗯，所以这是互相的啊。当然是爱互相考虑啦。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在发言质询时阵，伊讲怀疑石虎落山是被炒作新闻，同时也问行政院长苏贞昌，新竹科学园区是不是因为石虎停止开发？石虎可能爱抓都苗栗哦，乱来啊！农民不能因此他受害，所以我们用经费来研究，其实现在很多方面已经了解了。石虎保育协会发表声明，讲立委陈超明暗指石虎落山是人为操作，是对苗栗县政府第一线处理人员加保育团体抹黑，要求伊道歉。跟石虎或者是跟任何人拿有任何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用仇恨言论，然后想要把自己既定错误有没有去传嫁给其他人的行为，我觉得是很可耻啊。协会讲，苗栗几多件大型开发案的环评差不多拢过关，有一挂企业努力伫咧建造石虎宜居环境，认为影响苗栗超过30年的政治人物，这是阻碍地方的发展。经调查前，公部门已经甲民间团体合作，营造石虎甲人类友善共存的环境，希望双方卖个对立，创造地方发展甲石虎保育的双赢。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伫咧屏东举办的台湾设计展，主要的展览场是利用超级市场做主题。超级市内面的赛车，也请布袋戏台的艺经专家吴英庆来制作。分销赛车的车路拢总有500公尺长，而且会当坐展览场一日，有影是真厉害。一台又一台车，不是让人塞在土脚走，是自己在咧空中咧走。暂时普通的超市，则是台湾设计展的主展场设计超市。由布袋戏老师傅向龙恒团长吴英兴发挥伊设计戏台专长，为传统下到现代设计，以克服技术的困难，完成分销推车这项任务。哦，我本身在做布袋，哦，啊，加这布袋先讲。因为我有那布袋车，我有申请专业舞台。推车动的原因哦，就是利用轨道哦，上电梯轨道，把、哦啊、轨道可以它能回相平，或者莫大哦，会当去接着轨道使用的电。规个展览场500公尺的轨道顶端，总共有53台车，其中15台有装莫大，都亲像是火车头共款，带动后边的车向前行。吴英兴讲，伊当初接这项工课，干那有一个条件，就是布袋戏有演出的时阵，伊就爱先来演布袋戏，无法度一直待在现场。也毋过，伊总是会找出时间，无论是早起也是暗暝，定来到分销推车现场来顺顺看看咧。像我也是设计在乎咱这的观众，大家来来有啊，做下来哦，看这电视哦，啊，大家欢喜，咱也是欢喜。吴英兴表示，这边用传统艺术表演舞台基础来设计分销推车，伊感觉真有成就感。这边的台湾设计展，因为有台湾各领域专家的参与，把台湾的精神放入来去现代设计，表现出特殊的文化景观。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0度到28度，
中部地区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2度到31度。北部地区为20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1度到28度。一个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天同一时间，咱再会。